到这里而已。然后我们原本想要变骑兵，然后一直不让我们变骑兵。对，我们在演的时候有一场戏，他因为他失恋嘛，然后不协调。我一直讲哦，如果要吸 PD 的，然后因为他很急，其实我也很害怕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给我，我就演起来就好自然哦。我感冒的时候不是有跟你讲话？有啊，对，听过我去试验声音哎。我也来给我吧，这是要干嘛？要见面讲。可以信啊？为什么？你不回吗？不理他。你存在哪？你说有就好了。有啦，但是因为我刚好生日都要工作。他说下次，就是约下周吧。对，只是说他印象让我最深刻的是我们杀青的那一天，然后跟师傅杀青的那一天，然后我们就有一起拍了照，然后就没有，你是等了一整，从你早上就杀青了，你等到晚上，他等到晚上才。卖光就不行，然后我然后你有啊？哦，不是，反正那天有点误会了，所以你喜欢我。我因为这样子，我多分了两万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叫拿两万出了，因为三千我们没办法到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有捐两万。对对对，所以基本上等你多分了两万，而且又不是花在你身上。哎呀，都在他那一天，就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做记录，对对对，我们就有那个比较亲密的动作。亲密动作，不叫他讲。他就抱抱抱这样子，背不是抱，背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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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谁背谁啊？我背啊。照片吗？有啊，就是分开而已。有。那是谁提出要做这个动作？啊，我老。自然就自然，好像自然而然，我自己跳上去的啦。我还是不想点，你也不顾看你腰底纹理。没关系啦。好了，到这里而已。然后我原本想要变骑兵，然后一直不让我变骑兵。对。我们在演的时候有一场戏，他因为他失恋嘛，画面不协调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要吸 PD 的话，我要用个单身一点。然后搞电影，就是那一场就是我们演的他失恋，然后我在当哥要去安慰他，然后导演就是一直叫我们不要演的太那什么，是不是有点感觉那种？对，导演千交代万交代，他说，他再怎么样都不会喜欢我，他就是喜欢照顾我的，对、啊，就不会有情愫。在演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就有那种多出来的感觉嘛。今天啊，多出来的是那个爱啊。就我们互动还蛮可爱的。爸爸就贴过来，他当然不叫表姐了，也不叫因为一直生气的。啊，后面。我贴过去。哎，你不是大哥？贴过去很正常啊。啊，我抱你也很正常啊。不能抱啦。为什么不能抱？角色啊，坤哥不能抱妹妹，你被笑哎、欸，长官搞不出没让你哎，笑，是啊，不过应该叫抓腿没吧，亲妹妹，亲妹妹，对啊，我就是干的，干的，干跟亲我都敢换，我敢换，好，对对对，没有模拟手臂啊，有，对啊，你很不珍惜耶，都忘记了，然后因为我一直摸他。啊，有，对，反正是会一些肢体上面的摩擦，因为我可以碰他，他不能碰。